3月8日5时15分许，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发生 4.5 级地震。铁路部门为确保安全，途经赣深高铁河源北至博罗北站间部分列车暂停运行，京九铁路驼城至惠州站间部分列车限速运行。受此影响，途经以上区段的运行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。截至目前，今日停运列车如下：深圳北到连云港第376次，深圳北到合肥南 G636 次，深圳北到南昌 G2722 次，深圳北到九江 G2762 次，深圳北到武汉 G2710 次 G3156 次，深圳北到合肥南 G2794 次，合肥南到深圳北 G2793 次，合肥到深圳北 G635 次，九江到深圳北 G2765 次，武汉到深圳北 G2709 次，河源东到深圳北 G6311 次，深圳到上海虹桥 G2790 次，深圳到徐州东 G1666 次，河源东到深圳 G6309 次。铁路部门将根据受影响情况，动态调整列车运行。